我想問，我想問一個問題先，你咪搞到我嘅本身。南哥 Michi 虽然不再是十八廿二，但仍然会因为爱情而小鹿乱撞，不知道哪位异国男士会这么好彩呢？我不知道哪个今天选我，但是我要问下他为什么要约九点。我那天跟 Isabella 说，我们两个都是卖剩借，没人选我们。大埔有什么？大埔好像有自然生态野，其实各个国家都有机会玩大自然野。我真系估唔到啦，咁不如快啲出发去见人啦！笑死我！我咪而家可以入去噶啦。唔係呢個娛樂版嚟嘅，娛樂版。我比較覺得搞笑係頭先喺門口咁樣拎住啦，其實佢裝緊我到未，跟住我又行得好快，因為我踩板入嚟超快啦。佢見到我樣即刻遮翻個樣，覺得好好笑。哇！你今天帶埋塊板嚟咯。係啊，我通常就嚟遲到，我就會踩板出去。OK， 你係住附近？你係唔近啊？咁咪要踩好耐咯，咁咪。係啊，我踩兩個鐘嚟。兩個鐘啊？係啊，我踩咗兩個鐘嚟。兩個鐘啊？我踩咗兩個鐘嚟。兩個鐘啊？講下啫，我唔想嚇親人啦，一嚟就咁。但係我有啲位可能咧，想撩下佢放鬆笑，好似窒嚇窒咗佢，或者咁樣咁樣。誒，但係我想問一個問題先，你咪搞我嘅本身。我真可以，我覺得可以。1、2、3咩呀喂？咩呀？咩？好真系小阿姐，系咯？呢条有综艺卡嚟噶喎，睇住。唔系啊？咩事先？姐妹们的国际市场，今晚10:30，Bill TV。